朝阳打歌中心，欢迎各位来打歌。他那个舞台啊，那整体就是生人勿近。他好像被风吹起来的丝绸。爱情中发生了不好的事就算了，太腼腆了，根本就不是他。这该死的松弛感。甜妹拯救世界。我们之前见过一次，是不记得的。我真的见过。我颁给你的，我颁给你的。给我一杯毒酒。最近我真的练得很顶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是吧？你们 real 一点好吗？这有什么肌肉啊？你，我没说我有肌肉。你，艾斯看着我没说我有肌肉。你唱票吧，于老师。这不得把人迷死了？唱票吧，于老师。太强了！哇，太强了！这动作。阿斌。啊，不行 ！Oh my god！ 太恶心了。我们这一季变了一个小玩法，我们的出场顺序这一次将由在座的各位共同决定。Oh no！ 我倒要看看谁最受欢迎。墨菲定律啊！真命运般的结局。